大家都爱好相声，哎，是吧？这是我也爱好，也研究相声。我是爱相声，不研究相声，不研究相声。我是研究历史，历史学家。不敢当。历史学家我知道几位啊，对您不太熟悉。不熟啊，不熟。提一位，您说郭沫若。您是我给他点过烟，我跟郭老在探讨问题的时候，他要抽烟，我被这火柴划着点烟。郭老已经去世了，是他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在一起。还跟谁在一起啊？简伯赞、简老、吴晗。这都过去了。那是，就是在世的时候，我们经常在一块儿。哦，还有吗？有啊，还有谁啊？文兰，文兰啊，范文兰，范老啊，对对对，文兰在一起待过。那是，我们是师兄弟。哎呀，这历史学家也出了师兄弟了。不是，我们都是文字的，文他叫文兰，你呢？我叫文亨，那我也一样。你是文玉，你这文字跟我们这不相，不能相提并论。怎么不能相提并论呢？我们这文字里有奖，这文兰有什么奖啊？文兰那个文学犹如大海的波澜，大。文亨呢？文亨，亨是亨通的亨啊，文学上亨通。太阔了，没胆儿。什么词儿？那我这文玉也不错。文玉啊，你这点文化都是在监狱里学的。怎么到我这变这词儿了？你不能跟我们这搞历史的一块掺和。正搞历史？不是，不过我研究的方法跟那几位不一样。研究历史无非是写历史、讲历史。我是唱历史。哪有唱历史的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唱戏不就是唱历史吗？哦，京剧里的传统戏，历史戏多。干嘛京剧？有的剧目很多地方戏都演。哪出啊？打金枝。打金枝，京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、黄梅戏，是各剧种还真都有。对，咱们天津河北梆子有一位老演员叫银达子，这出戏最拿手。有一句唱词儿，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，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做来的。就这句唱词儿，家喻户晓，人人爱听。唱两句怎么样？啊？来来，咱这不是说着说着怎么唱上了？你不是唱历史的吗？叫我也过过瘾。过过瘾，哎，这意思你这瘾还不小。你来了吧。这一件蟒龙袍啊，对，这一件蟒龙袍真的真的可体，这本的是你张罗娘亲手儿做来的。怎么样？真好的，你这他这听着脆声，好听。做来的，这不清楚。做来的，是吧？做来的，滴滴。过汽车了怎么着？应该过汽车，你不能老过瘾。什么毛病？你这是？这不是听戏吗？可看来你听戏就是听唱腔看表演。听戏可不就是听唱腔看表演吗？更重要的还是内容。内容能说明什么呀？说明什么？啊，打金枝这出戏说明这个皇帝李煜。你先等会儿。怎么？那戏里叫唐王啊？是唐王，是说明他是唐朝的皇上啊。这唐王就是他的代号。不，这皇上变特务，还代号。对，实际上唐朝多个皇上，
不知道。整个唐朝的历史时期多少年呢？也不清楚。打金枝是哪个皇帝？不晓得。哦，唐朝是从公元618到907，一共是289年。哦，他有22个皇帝。这李煜呢？李煜是公元762年做的皇帝。哦，还确有其事。哎，那这一出戏说明了李煜在公元762年的时候就注意了对高干子女的教育问题。我怎么高干子女也出来了？哎，怎么又出来了？哎，皇上的孩子不算高干子弟，谁算？你算。你提我干嘛？我爸爸也不是高干。你爸爸干什么呢？建筑行业。嗯，架子工。架子工。哎，哥，那你是名副其实的高干子弟。怎么了？架子工老在高地方干活，这像话吗？哎，就说皇上的孩子等于高干子弟。哎，是这意思。这公主觉得自己是帝王之女，真是个骄傲的公主啊。呵呵，跟驸马过外结婚以后定了好几条制度。什么制度啊？头一条是先行君臣礼，后续夫妻情。这怎么意思呀？两口子一见面，公主是君，丈夫是臣，见面得先给他磕头，后谈恋爱。还有吗？还有了。驸马回来到自个儿家门口，自己的门不能随便进。哎，进门得买票。买票不能随便进呢？就说得瞧瞧门口挂着灯了没有。这有什么说法呀？要是没挂着灯，证明公主正在休息，不能进。挂着灯就随便进了？也得分什么灯啊？要是红灯也不能随便进。怎么呢？闯红灯扣车罚款。交通岗啊。啊，所以这红灯停绿灯行了，就从公主那儿留下来了。是这么回事儿，是吧？啊，实际上是那个是情同造反的。哎，你想一想，这公主受得了？真受不了。借此机会我劝一劝比我年轻的小弟弟们啊，搞对象千万长住了眼呐。这千万别搞那娘家势力大的。您这话实话是吧？我们文玉有亲身的体会。你跑我这来干嘛？接着提这个。你想一想，这公主自个儿老是君，老公爹过生日不去，为什么呢？盘古至今哪有君拜臣的道理啊？怎么说他也是公爹呀？他是公爹啊，我还是公主呢，全是公的。烟卷是怎么着？就不去。驸马那个马怎么劝也不行。驸马一琢磨，不去不去吧。反正家里得留个人。哎，省待会儿查电表的来了。查电表的也出来了。啊，这驸马自个儿找一台阶，那也别查电表。去了到那进门一瞧，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全到了。哎，郭子仪孩子多，15个孩子。对，嫂子们一瞧，老兄弟一个人来了啊，一脸上找里面就是这个。哎，你瞧了？你瞧人家，老兄弟一人来了，人家也不来，人家不来没事儿，咱要不来，打他们哥几辈就不干，咱跟人家比不了啊，人家那后村硬啊，后村啊，人家娘家爹是皇上，皇上懂吗？大王，人家爹是大王，我那爹，这倒了霉了，黑桃腰。我婆婆是怎么着？嫂子们这议论，老兄弟听见了啊，哼，气坏人轻，当时是怒从心头起，气由胆边生，直气的驸马是30神暴跳，50豪气腾空，两太阳冒火，齐窍钻烟。这驸马变打火罐了，一想，回去。回去了啊！我回去找公主算账，要麻烦。到了宫门口一瞧，气更大。怎么回事？挂的灯呢？哇，什么灯？红灯。别闯！别闯啊！闯红灯，情同造反。造反了，反了吧？啊！革命无罪，造反有理。红卫兵啊！我不在这闯，我在这砸了吧？更不能砸了。听他们踹了。一踢门进去了，到里边给公主揪过来，啪来一嘴巴。哭了吗？那还不哭啊，没人劝劝。
劝谁劝？宫女们呢？宫女主人打起来，宫女敢言语吗？早吓跑了。街坊邻居呢？啊，街街坊。你这意思让驸马跟你一样也住大杂院里头？严格的说，这皇宫内院甭说是街坊，连驸马都不能住，应当住哪儿啊？应该住在他自己的驸马府。他们怎么没住啊？那个房子没盖得，驸马结婚等着急用，找皇上借了两间。反正把唐朝那阵这房子就紧张。所以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打完了以后，宫女跑了啊！这公主呢，这一巴掌燕子，也跑了。那是啊，郭子仪知道，老头子知道了。老头子又气又怕又急，那还不急？来了之后，一进门把郭外拉过来，啪给他也来一嘴巴，真气了。河南梆子这点打完了儿子，有这么四句唱哦，怎么唱的？这样唱的，嗯。我老郭老大不敢自拒，小奴才掌心里竟把人欺，大金枝你犯下了这灭门的罪，连累我这一家大日本了，气坏，气得日本话都出来了。打完了以后，赶紧找公主求求情吧。公主呢？公主跑到后宫告状去了。见着皇上了吗？你想能见不着吗？也是。进了后宫一瞧，老两口子，父王母后，刚吃完了饭要下棋，吃的什么呀？我吃的吃炸酱面。皇上吃炸酱面？废话，我知道吃什么，反正比你吃的好。哎，反正得吃好的，皇上能吃次的。嗯，老两口子要下棋，一瞧又公主来了，啊，劈头反法，这儿一巴掌印子，疼得慌。谁的孩子谁不疼啊？再说老两口子没仨没俩，就这一个，背了个独生子女照顾。什么词儿？我不说你也得说。疼可是疼啊！啊，温宁爱，我不宠的。哎，皇后过来了，哟，怎么回事？这是跟谁呀？这是。哎呀，这可不对，怎么能下狠手啊？皇上你瞧瞧，这人呐、啊、太厉害，真，你看你看怎么回事，怎么把孩子的头发都揪没了。这你说公主，你管我的头发干嘛？我这头发没办法，嗯，这个呀，啊，自然灾害。你不是你打金针？是是是，怎么回事？啊，跟谁？快说。公主这一陈述情况，皇上一听啊，这事儿不怨驸马，哦，怨你不讲理。嘿，公主那意思不依不饶，哦，非得给驸马处分，要处分。皇上一想，人家没错儿，凭什么？你给人家处分？对呀、啊，我也绝不能为了维护你这公主的面子，我就不讲真理呀、啊。可这公主怎么想啊？公主那意思就打算出出气，我在这出气。皇上一想啊，要出气，好，来啊，把郭外推出去砍了，砍驸马呀！哎呦，这回公主吓坏了，怎么了？嗯，不出气了吗？是是，气儿出了，变小寡妇了。公主变小寡妇。哎，公主一瞧坏，父王生气了，非要砍驸马，怎么办呢？找母后。哦，您是不是赶紧劝劝我父王吧？嗯。哎，皇后过来跟皇上这会儿劝上几句。哦，哎，平戏有一段劝万岁，小俊廷唱的最好，是这样吗？哎，就是这点。这点怎么唱的呀？是这样。嗯。皇后过来。慢说驸马，我有罪，纵然有罪也斩不地，况且说你做江山，谁保你少不得国家父子定社稷，你今不罢别
的看应该念咱的老秦翁，为你的江山东挡西杀，南征北战，飞尽了心血，年迈苍苍不容易，你消消火吧，快呀呀去，哪有个岳父大人要上门巡。好，把驸马莫要杀，活了他，把他的官职丢掉，连胜三级升了啊，一个嘴巴调了三级。可我记得文件写的清楚，有特殊贡献才涨两级呀、啊。要调工资了啊？是这么回事吗？其实呀、啊，调级不是嘴巴打的，本来嘛是人家这个礼遇开明，能够正确的处理了这一场家庭纠纷。这个皇后呢？皇后也是个明白人呀、啊。哦，我又劝驸马，又说闺女，怎么劝的驸马呀？驸马呀、啊，你放心，我是闺女，姑爷一样疼，我绝不护犊子。以后他有什么不对告诉我，你别动不动的拳打脚踢。不错，你们郭家的功劳是大，可是你爸爸就好，人家功高不自居，哪像你啊，家里边功劳大，少年气盛，动不动的瞪眼珠子打人，这对吗？别这样，记住了，最好以后真的以后不要吃老本，要立新功。什么词儿都有啊！劝完了驸马了，还要说说自己的女儿，怎么劝的公主啊？为呀，不给我争气呀、啊！老说你是帝王之女，可帝王之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呢、啊，你怎么能够连起码的道德准则、伦理观念都不懂啊？老公爹过生日不去看，说得过去吗？甭说是你。连你父王还给你公爹那儿送寿礼呢，你不去，你这么挤兑他，给人家定了好几条规矩，你想一想，你把他挤兑急了，你琢磨琢磨，他能不揪你头发吗？又来了是怎么的？还有完没完呢？以后小两口有什么事儿商量着办，小夫妻和美，我们当老人的也就放心了。行了，别吵了，跟驸马回去吧，走吧。我上哪儿去呀？哎呦，对了，这要出去也太难看。哎，来呀、啊，赶紧给公主戴个头套吧。还是我呀？